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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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请大家翻开讲义103页。第十二问，听说唯心净土，自性弥陀，只要心净则土净，何必求生西方呢？这个问题啊，往往都是圣道门的修行者经常会问的。这也是圣道门的修行者也没有通达本宗的教义，比较执着于浅啊浮这个浅显浮表之见，来障碍净土的修行，所以有这个问。这个问从古到今啊，都有很多的大德来给予开示、引导和破斥。那我们这里呢，引用了两段文，也是非常好。有些我们修净土的，虽然没有这种疑惑或者这种邪见，但是遇到别人来防难呢，也没法回答。那这底下两段文啊，非常好。第一个就是《龙书净土文》。翻到104页，彼西方净土，无贪无辩，无嗔无痴，无心能无贪无辩，无嗔无痴乎？就有人说，那里我们何必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？不是自性弥陀，唯心净土吗？我的心就是净土了，这属于邪见啊！对他来比喻说，那么西方净土是无贪无辩无嗔无痴的境界，那你心也是净土，你心能不能做到无贪无辩无嗔无痴呢？你显然做不到的。彼西方净土，思一得一，思十则得十，欲净则净，欲去则去，想什么就来什么，想即净就即净啊！那你想要神通分身十方也都可以。那我们的心怎么样呢？无思一而无一，则烦恼起心。想得衣服穿，如果没有衣服穿呢，那么就受寒受冻，就苦恼。思食而无食，则饥恼起心。要吃的时候没得吃，怎么样？恼火得很，哈哈。那么饥肠辘辘，就是一切不自在。在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一切自在，在这里。你说你唯心净土，你思一不得一，思十不得十，结果呢心受大苦恼，这哪里叫净土呢？那明明是三个道了。欲静而不得静，则群动恼其心；欲去而不得去，则细馁恼其心。想要安静，可是就不能安静，这样呢周围的环境扰扰不息，心里面感到恼怒。不好的境界，不好的人事，不好的环境因缘，想离开，但是呢也离开不了，这样就被捆系在那个地方，所以欲去而不得去，系累恼其心，是所谓唯心净土者，诚不异道也。那么这样来看的话，我们唯心并没有净土啊。唯心里面都是苦恼，都是造罪，都是不自在，所以唯心要做到净土是不容易到的。这一看很明显啊，你思一不得一，思十不得十，欲净不得净，欲去不得去，寒恼其心，饥恼其心，群动恼其心，细理恼其心，有贪有嗔有痴。这先讲唯心净土，然后再讲自性弥陀。自性弥陀说，我本性就是佛了，我不用念佛。底下说了，彼阿弥陀佛，浮众山海，力勤天地，变地狱为莲花，易如反掌，观无尽之世界，如在目前。我们先看阿弥陀佛，再看自性。阿弥陀佛怎么样呢？福利啊，福报非常大，比高山大海还要重，愿力能够呢勤天主地。
地狱的境界，刹那之间有人在地狱念声阿弥陀佛，那地狱立即呢刑具终止啊，莲花涌现，所以变地狱为莲花，易如反掌，这是阿弥陀佛的这个神通道力。观无尽的世界如在眼前一样，那我们呢看你自己的自信怎样，无智福利尚不能自为，常恐宿业深重，坠于地狱，况乃变作莲花乎？我们自己的福利啊，连自己都保不住，过去啊深重的罪业要堕入地狱，何况你把地狱变为莲花呢？你自己要下去了。隔壁之事又不能知，况乃见无尽世界乎？隔壁旁边的事情都不知道了，还见无尽的世界，就是说大话没用。我觉得这个龙树净土文，龙树居士啊，他的文体啊很朴实，很亲切，很优美，说得非常好。是所谓自信阿弥者，诚不易道也。你讲自信阿弥陀佛，你自信就是凡夫显现了啊，恶劣凡夫，地狱种子，三恶道众生，谈什么自信阿弥呢？这是不容易道的。大话好说啊，嗯。然则无信可以为净土，而足未能为净土。无信可以为阿弥，而足未能为阿弥。吾得护净土而不修，舍阿弥而不欲见乎？就是我们的心性本来是可以做净土的，可是呢现在确实还不是净土。我们的自信本来是跟阿弥陀佛一样无量光寿，可是呢我们业力所限，就没有显现阿弥陀佛无量光寿的自在所用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你为什么讲大话呢？怎么可以说忽略净土啊，不求往生，舍了阿弥陀佛，说我不用念阿弥陀，不用见阿弥陀佛啊，这样呢就不可以。底下有引用，前面是从通这个啊，就是限量，限量境界，我们所见到的，我们自心就是这样子。底下呢，圣言量引《阿弥陀经》说，十方有无量菩萨往生阿弥陀佛国，这就是《大阿弥陀经》，就是《无量寿经》啊，十四佛国往生文，比菩萨欲往生，然后引用圣言量来比啊，比量，比菩萨欲往生，我何人在不欲往比？是果胜于诸菩萨乎？这些大菩萨都愿往生，我是什么人呢？你是什么人呢？我们自己怎么样呢？还不愿意往生极乐净土？难道我们果然还超过这些大菩萨了吗？由此言之，最后得个结论：唯心净土，自信弥陀者，大而不要，高而不切，修未道者误人多矣。讲这样的话呀，那是那种说大话啊，说那高的话，大而不要，高而不切，不切合实际啊，无关痛痒。就是话虽然这么说，理也没错，如果你修没有达到这样境界的话，那就是受误的人太多了啊。听到这样话说，哎呀，唯心净土，自信弥陀，他不念佛不求生，这不就误害人了吗？但是要达到唯心净土自信弥陀的，那样你除非成佛了啊！阿弥陀佛就做到了，他唯心净土显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自信弥陀像成了无量光寿的阿弥陀佛了。不若脚踏实地持诵修行，则人人必生净土，净脱轮回，与虚言无实者天地相远矣。哎，龙树了这个老居士说讲得好啊，不如那些啊脚踏实地的，这叫脚踏实地。脚踏实地这个词很好啊，我们走路的时候怎么样，你脚要一步一步稳稳地踩在地上，叫脚踏实地。修行人也要这样，讲那个话就没有脚踏实地，就垫着脚跟走路。唯心净土，自信弥陀，就是垫着脚跟扒起来，能够半天空的飞吗？垫着脚走就不是你的境界啊，不是我们本有的。
说话就不爱说这些口口说空，步步有中，这些就不好，不是脚踏实地，飘忽得很。脚踏实地就说我们是凡夫众生，我们现在呢自信不是弥陀，唯心也不能现出净土，凡显现三恶道种种这个恶劣境相，受种种的苦恼，就根据我们目前这样的状态，就老老实实一句一句阿弥陀佛往下念，这才叫脚踏实地。都要讲那些天高虚远的话，拿那些菩萨境界往自己头上帽子一戴，你戴不上。如果能够脚踏实地持诵修行啊，就持阿弥陀佛诵弥陀经，人人必生净土，净脱轮回啊，这样就是变地狱为莲花了啊。如果不念佛呢，下地狱还是下地狱。与虚言无实者，天地相远矣。虚言无实就是上面那个讲的唯心净土，自性弥陀，这是一个啊，这句话道理没有错，但是我们来讲就错了，看谁讲。这句话看谁讲不错，你讲就错了，就虚，没有实际达不到这个境界，虚言无实，没有实际的功效和作用，都讲到嘴上走皮的话啊、嗯。这样的人怎么办呢？将来他还去轮回。如果脚踏实地念佛的话，不谈这些高这个天高许远的话，净脱轮回，这个很大的差距。波住赞呢，上岛大师也有这四句：不得信受他人语，但令心境此皆净。若到此同诸佛国，何因六道同生死？啊，这四句话也很简略、干脆、有力量。所以我们信啊，叫信佛所说的话，不要信的一般人所讲的，不要信别人讲的。他讲什么呢？他说：“但令心净此皆净。”哎呀，心净国土净了，不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心里清净就好了，心中有佛就可以了，不要念阿弥陀佛啊。这是一般人所讲的。那善导大师也没多跟他说，底下引用两句话：“若到此通诸佛国。”如果你说心净此皆净，这个地方就净土了，这里就是诸佛国了吗？如果说这一样的话，何因六道同生死，怎么还在这里搞六道轮回呢？啊，搞生死不休呢？所以这些话我们要听明白哈，学习学净土法门啊，叫一准净土的经典，还有一准呢净土的祖师。所以正义经典在我们净土三部经里面从来没有说什么唯心净土啊、自性弥陀这样的话，我们的祖师也不这样的开示。所以诸王都是修禅的、圣道门的，因为他们不求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们就是在此土要成佛的，所以呢他就泯灭此方西方的差别，他宗旨不同啊，修行的路线方向也不一样，他要破除我见，要舍啊，要那个不取不舍啊，不分别，这是他的宗旨，无念无下无住。那么净土法门的宗旨就不一样，它是分别，就我们凡夫分别这样的心境之上而建立呢指方立相。我们能做到不分别吗？讲那个大话没有用的啊，你做到不分别吗？啊，你不分别把你钱给我用啊，啊那不行。我不分别是不分别你，你的钱给我用啊，那都不行的啊，那不可能做到。所以这些说了，而且我们有的人学净土法门，我们本来就是凡夫，他听说这个不分别不执着，哎，对啊，这是佛讲的，然后他把这个功把这个呢观念啊放在他的家庭生活当中，弄的是鸡飞狗跳。这不分别不执着，你做人都不会做了，你就老这只要脚踏实地，你就是凡夫，就以凡夫的状态好好念佛就行了啊，好好念佛过凡夫的日子，你还是头脑还是正常人，弄得拿了不分别不执着，那个是破了我执，这已经是破了我执我空之后的圣者境界，它是自然而然的，它本来就是世界证悟一切万法平等，它自然就没有什么好分别的。你有没有做到把这往头上一扣，
人家扣头上是皇冠，你扣头上就是屎盆子。这个一定要就学法，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根基来做啊，不然的话，像菩萨讲都是对的，无生法忍，这就是这样的。但是对你来讲就错了。所以这个有人修这个法门，人家修起来就是醍醐妙法，你修起来范为毒药。所以药啊要对我们的病症，法要对我们的根基。那我们是罪业凡夫啊，所以有的人在家里边弄得在家也不像家，又不像在家又不像出家，找不到是什么一个怪物，安不到一个名称，你到底算什么呢？所以我们要实实在在，在家就以在家身份念弥陀的名号过凡夫的日子。不会过吗？过凡夫的日子念弥陀的名号，一向念不会念吗？就是这样一句一句念就好了，不要在那作精作怪啊，显示跟别人不一样，你看我无分别，你又不分别。哎，好，看十三。十三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啊，问答的非常好。有人也问了，说我们佛法是那个心法，你求十一方极乐世界，念心外佛，修心外净土，这是心外求法，是外道。我们给他扣这个帽子，马上就吓坏了，又不行，这就搞成外道了，所以又赶着要跟他去辩解，然后辩不过他，也在那感到憋屈的很。你们看我们善导大，我们道处大师讲的，所以大家学法，只要你一句佛所讲的，那佛讲的法是外道了吗？阿弥陀佛叫我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释迦牟尼佛叫我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怎么成外道了？是佛讲的，怎么成外道？你是哪一道？对不对？那佛叫我念佛，你说我是外道，那肯定你是外道，你跟佛讲相反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啊，又没有辩才，又没有智慧啊，然后心有动摇，又不宜听祖师的这些闲言碎语，不要听，专门念阿弥陀佛的法门，专门看我们净土的啊、祖师的教言这一系列的丛书，你就保证是稳定了。安乐集，我觉得道处大师说话真实在。若摄缘从本，即是心外无法；若分二谛名义，净土无妨是心外法也。你看这话说的，就说心外法可以的，无妨，不要紧。你看这话说多好，来解释一下。他讲净土啊，有两种表述方法。一个呢叫摄缘从本。什么叫摄缘从本呢？就说我们的心啊有两种状态，一个就是缘律分别心啊，一个是本有真心。缘律分别呢，这个心就是妄想心妄心啊，这个本呢是本有真心。这个缘律分别心啊，它是以真起妄的作用，它是真心的一分作用，但是呢我们颠倒了，我们局限了啊，这样呢变成了缘律分别，就是叫做妄心。但妄心其实真妄合合，它并不是绝对虚妄，它是颠倒了，它的体还是真的。那么真心呢，就是本有真心啊，这个本有真心的全体大用，那就是佛菩萨。可是我们没有得到全体大用，我们把它颠倒过来用。比如说我们六根见六尘，这个分别作用，这个觉，这个觉性本来就是我们真心的一份作用，可是呢我们颠倒了啊，这个以假为真啊，以外有这个内外分别等等，这一切从内心里边奔驰外境，那这样呢就成了缘律分别。可是缘律分别这个心虚，这个缘律心呢本来是从真心所起的，如果没有觉性真心的话，那我们也不可能有这种所以六根门头的放光动机的作用。所以从这个角度讲，它不离本有真心的作用，本来就是这个作用的一个啊、投射。所以佛看众生都是佛，那这样就可以摄缘从本，就是说我们从根本上根本意义来讲，从本有真心的这个立场来说的话，不从缘律分别心来说，那我们求生净土是心外无法，因为这个真心是究竟遍一切处的，所以无量光寿
啊，没有这个时间空间的差别，它本来就是数穷三际，横贯十方，就没有任何一法能够离开这个真心之外。所以这个呢，就说心外无法。那我们念佛也是心外无法，我们求人净土也是心外无法。那底下偶遇大师这一段也有解释的。好，不过呢，这个讲的比较玄妙，可能很多人听不懂，所以道处大师很慈悲，若分二谛名义，就佛法啊，它有真谛和俗谛啊，就叫二谛。那么真谛本有真心，就是真谛所建立，以真谛来建立的，那心外无法。那俗谛呢，就我们众生的本来状态啊。你现在讲呀，我的心我念佛，那我们众生没有开悟，这个心就以这种状态来说，净土无妨是心外法也，那没有关系的。本来我们的缘虑心啊，这个就是虚妄心啊，当然就是这个心之外嘛，去此西方十万亿国土，有世界明月极乐，这个无妨的，没有关系的啊，这才是圆人，这样的说话才是圆满的见解。所以不要听别人大帽子一扣你就吓坏了，就还是自己对佛法没有定见，没有定解，所以别人一扣帽子你就吓虚了。我当时看到这里，我就啊会心一笑，哎呀，这道处大师说话啊就是好啊，你说是心外法，我就是心外法，无妨心外法，没关系，对不对？将错就错，西方极乐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对佛法有了稳定的、坚固的、正确的见解啊，不会随风倒浪。偶遇大师。大师的菩萨念佛圆通章啊，他的这个解释里边有这样的话，也取了问答，问曰：但念他佛，得非心外取经耶？你就是念啊，阿弥陀佛，这不是心外取经吗？心外取经跟我们佛法道理是不相合的。大曰：圆人自然但念他佛，了知他佛，不离自心。全称众位了达自心，就近心外觉悟别佛。哎，这回答也非常的妙。它也分成两种，圆人和全称，跟上面差不多。上面说是这个摄缘从本，这就是圆人。分二谛名义，那么就俗谛建立来说，就是全称。圆人就是说大开圆解啊，透达佛法圆妙宗旨，就是悟得佛法圆融无碍啊，这样的人自然但念他佛，他是一切圆融无碍的，他就是在心中非常自然，就是火烧得很猛烈啊，非常的信愿很恳切啊，一定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但念他佛，专门就念阿弥陀佛。他也知道了知呢，他佛不离自心，因为圆人嘛，他知道我自然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也在我心。我这样的很恳切的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还不离我心，不离自心，因为我的心他悟得这个自心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啊、嗯，所以他当然不能离开的。全称是哪些呢？就是他没有悟到这样的一个境界，也不了达这样道理的人，但是呢他也求生西方，也念阿弥陀佛，全就是全化啊，就是这种方便，就是过渡阶段，他还没达到这样的圆满见解。众位了达自心，还没有呢对自心所谓的啊数穷三际啊横遍十方还不透达，还没有开悟。即使是这样，究竟心外觉悟别佛，即使是这样，难道说佛就在我们心外了吗？佛还不是在真心之内吗？因为这真理就是如此啊，事实就这样，你了解也好你不了解也好，佛就是在真心之内的。所以究竟心外觉悟别佛，没有一尊佛会在我们心之外。所以我们善导大师，我们这个净土宗的祖师，这一系列的善导谈鸾道错，很少谈这些，因为你谈又不谈就是这样。我们众生都有心，我们都有真心，对不对？只是你迷昧了，那你迷昧了，佛也没有离开你的真心之外，事实就是这样的。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，它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在底下说，故此念佛三昧，若迷若悟皆可共尊。哎，这句话好啊，
所以这个念佛三昧，你悟得的人，你固然说，哎呀，佛不在我心外；你迷惑的人，佛也没在你心外。不过你悟的人知道这一点而已，迷的人呢，你不知道，事实也是这样而已。那么我们没有开悟的人，我们可以信，信到这样就可以了。那我们在座，我们都没开悟，我们是迷的。可是佛这样说，我们就这样信。所以皆可共尊，都可以来念南无阿弥陀佛的。迷者尊之，则不假方便自得心开。那我们现在迷了，没有开悟啊。如果你遵循这一个，你念南无阿弥陀佛，那怎么样呢？不假方便，不需要你再去参禅啊，再去什么打坐，再怎么求开悟啊，你自得心开，你自然的就，等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何时自得心开啊？十方净土任你遨游啊。悟者尊之，则自他不二，始觉何本矣。那么如果你是原人悟的，悟到了，你尊之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话，怎么样呢？自他不二，自心自信，他就是弥陀佛，这并没有分别啊，没有离开我们的心。始觉何本？始觉就是原人，他觉我们的本心。何本就是和这个阿弥啊，这个始觉就是称念弥陀名号啊，何本就是我们本来的这个真心状态。就阿弥陀佛的名号是无量光寿，我们本心自信也是无量光寿，这是一体的，不分开的啊。名为三昧众王，不以疑乎？那这样的话，念佛三昧啊，不论是愚者还是智者，是迷者还是悟者，是上根还是下根，你都可以遵行，都可以得利益，横竖都能开悟，你先悟后悟那都没有关系。所以这个称为三昧众王，这个确实是有道理的。那其他的法门你没有开悟，你难以修持啊，其他三昧就没有这样的功效。你就没有开悟的话，你不能达到实际的这个作用目的。而念佛三昧呢，没有开悟，迷者修之，不假方便自得心开，这是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里面所讲的。好，前面几题呢，就是说我们要愿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么也破除了有关的疑问。下面呢，经文说，何以故？得欲如是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。我们先就这个上善人这个来讨论，有几个题，还聚会一处。这一处，从14、15、16、17啊等等这几条，先看14。这个上善是和下善相比的，佛法当然讲善，但这个善啊是有重重无尽的差别啊，是有比较的。善有人天善、小乘善、大乘菩萨善，还有最高的佛善。我们在莲友有一个叫佛善，重重比较，后后称为上善，前前称为下善，就后面的人跟上面前面的比，这就称为上善了。比如说罗汉跟人天比，那么人天善法如果跟罗汉这个解脱来比的话，那人天善法称什么？称为那就称为恶了。为什么？还在三界里面轮回，没有处理三界，这个不清净的、染物的、颠倒的、虚伪的。所以唐人大师就说，人天诸善，人天果报，皆是颠倒，皆是虚伪，不明真实功德，那是虚假的。所以他称为下。那么阿罗汉修行的这个善，他就是上善，解脱。那么阿罗汉的善跟菩萨的善相比呢？阿罗汉他是只求自了，不能发广大菩提心救度众生，属于骄牙败种，那属于下善，被呵斥。那菩萨呢，发大心，那属于上善。那菩萨的善跟佛来比呢，那当然属于下善。佛是无上正等正觉，菩萨还有上，所以佛是无上。所以菩萨的善跟佛来讲，
它还没有纯净，还没有圆满。所以人天善是颠倒善，那么佛法里面的善呢，才是正知正见的善啊，才是这个随顺，是我本来面貌的善。那佛法善当中也有小善和大善啊，小善就是小乘，大善就是大乘。那菩萨善里边呢，也有因地的善和果地的善。菩萨发心在因地没有圆满，那佛呢才在果地圆满。所以真正讲起来，佛的善才是纯真、纯净、纯善啊，纯美圆满。本经所说的上善，这要看在讲什么经。如果释迦牟尼佛要讲人天善法，那么他讲的善不过是五戒是善而已，因为他讲人天乘。那么如果讲小乘，他所说的善是指什么呢？就指啊四谛、十二因缘法这些啊，苦集灭道、菩萨解脱啊，这个就是圣门解脱，这个呢就是圣门乘的善。那如果讲菩萨乘，他的善法指什么呢？就指六度万恨啊，这是菩萨乘讲的善法。那如果讲净土法门讲善是什么呢？那就不是一般的善了啦。现在我们这里阿弥陀经的这个教法是诸佛来称叹、诸佛赞扬、诸佛护念，是唯佛于佛乃能究竟，这个善所讲的不是一般的善，这就讲佛地的善，这完全是阿弥陀佛本有境界啊，所以极乐无为涅槃界这样的善。所以这本经所说的善，不是此世人天五界是善的善，也不是阿罗汉的善，也不是一般菩萨因地的善，而是阿弥陀佛果地名号无量光寿这个善。所以本经是以什么名号为体啊？坛然大师就判断了净土三部经是名号为体，他讲的点点滴滴就是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，持名为宗，修行就专称了这句名号。这句名号是善中之极善，是我们整个阿弥陀经的核心，所以这个善它已经是超过太多了。这样的善能使往生之人直入不退转，悉皆一生补处，决定成佛，所以呢独称上善。它才这样的功能立效，你凡夫之人拿到这个六字名号，我们说叫上善，其实就是无上善，你就一到极乐世界马上不退转，马上一生补处，马上成佛决定。不退转什么？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这个不退转也有净土门的他力不退转和圣道门自力不退转的差别啊。圣道门自力修行不退转啊，它是因向果，从因向果的话，它什么特点呢？是只上不下叫不退转，如果下来了那就是退转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净土门这个不退转是从果向因，就好像一个高楼在楼顶上搞一个吊环吊车的，好像大吊车那种，它从果向因从上往下的，它是可上可下。它为什么可上可下还是不退转呢？因为它像那个就像上面它那个它那钩子挂在最上面，它那钩啊挂在那个最上面，就是在佛那个地方，所以它是上下，它已经是那个保险带系住了，你下它也是不退转，它不会掉下去的，那还是上去，它是永远安全保险。那么你自力修行从因向果，所以你不能往下退啊，你只能往上走，它已经是跟那个最上面的那个钩已经挂上了，所以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心里边到了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成佛就是这位置已经定了，是不从佛的这个果位上退，不管怎么样他都是佛，不管怎么样他都是佛地的境界受用觉悟。他在初地是这样，他在三贤位是这样，他到他方世界视线凡夫还是这样，是绝对性的，这叫不退，那是不一样。所以这是六字名号啊，无量光寿这种至极圆满的佛地之善所有的功能立效。那么弥陀要解呢也有一段这种解释，他罗汉菩萨但可云善人，
罗汉和菩萨只能讲是善人，为补处，一生补处，举因为之极，故云上。那么龙以偶一大师这里的解释呢，所谓上善是指一生补处的菩萨啊，上善之人。那么上善一处呢，就是说跟一生补处的菩萨啊并肩而坐啊，携手共行。你要拿一个一般性的菩萨还不能够作为上善。那我底下呢也有一句话来说明，此句相位若据内证，极乐罗汉菩萨人民皆怀佛德，亦皆可称上善人。这是从他表象上的，从他外表来看，这个位有高有低啊，就是来说呢，一生补处的菩萨称为上善啊，菩萨啊，这个罗汉其他人呢称为善人。但其实在极乐世界他们都是平等的，内证都一样啊。我们引用了无量寿经的经文说明了，极乐的罗汉菩萨人民他怎么样，都是念阿弥陀佛去往生的，都是这句名号功德的成就，成就如是功德庄严。所以他内证都一样，都怀佛德，都是以佛的功德来成就自己，念念成就如是功德，没有差别。所以呢，如果从内证来讲，都可以称为上善人。那佛当然是无上善人，为什么不称无上善？那佛一个人称为无上，你既然还在显示为因为菩萨这个眷属，称为大众庄严，那当然也就称为上善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这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善众之极善呐、啊。不要说五戒是善，这世间善法不能比，罗汉善法也不能比啊。不要说罗汉，菩萨六度万恨都不能比啊。这不是少善根福德因缘，这是圆满的善根福德因缘啊。这是阿弥陀佛果地果觉善法，那不能比的。你得到这个还有何不足啊？所以说啊，以喻大海水啊，你已经到了大海了，就是那么大海水用一滴，等于是白川之水都用到了。已到含元殿，不用问长安。含元殿是就是长安的那个皇上办公的地方了。你到了含元殿了，还问长安在哪里？你就得到阿弥陀佛无量这句六字名号的功德了、善法了。你还在问说哪里是多善根？你怎么问得出来？这是你真有本事，念了佛还问哪里是多善根？这怎么问啊？就等于是那个到了含元殿的人还问哪里是长安。嗯，那除非是晚上半夜里用那个直升飞机空降来的，还搞不清楚，蒙头蒙脑的。也许我们到极乐世界啊，我们这样的凡夫，阿弥陀佛六字名号直升机把你空降到极乐，你搞不清楚呀，还问哪里是极乐。我们看十五题，念佛啊，即是上善人。这也是回答一个问题，说哎，那已经升到极乐，上面讲吗？极乐世界的一生补处菩萨上善人，已经升在极乐了，那固然就可以称为上善人了。在这个世界的凡夫，甚至连五戒十善都修不来。但是我们各位作为菩萨，我们是善人吗？是。哦哟，我们是五戒十善人吗？不是。我们是上善人吗？是。哎，是。对呀，如果以我们本来的身份，我们哪有资格叫善人啊？五戒十善修不来啊，念念贪嗔痴烦恼，那为什么能成为上善人呢？这就是标准不一样，知道吗？在这个地方不合格，到那个地方就合格啊！这就是佛，就是眼光不一样看。如果呢凡眼肉他一看，我们各位会看，哎呀，都是恶人。如果呢佛眼一看，哎呀，上善人。所以你看谁的眼睛来看，谁的嘴巴来说。以凡夫来看，我们都是恶人。哎呀，你都是造罪啊！叫你布施你也舍不得。你昨天晚上还跟这个人吵嘴，你念佛了跟我干仗。哎呀，你看，
这是凡夫眼，凡眼肉胎，凡眼肉胎来看，我看你们都看不准呐，已经看不准了，因为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了，不改凡身做佛身了，这叫佛用为无用啊。凡眼只能看外表啊，就外表是个蜡，里边包的是一个佛像，外表是个胎，凡胎里边是圣胎啊，所以凡眼看它不能够，不是 X 光啊，看不到里边。我们各位啊，我们肉是凡肉，我们骨头变成佛骨了，哈哈哈，决定是这样的，一骨啊，一分一身佛骨，哎呀，骨头都换了，所以烧出舍利子那算什么，对不对？这是一副骨架都换成佛骨头了。对，脱胎换骨了，脱胎换骨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所以在我们念佛的人，有时候看成语，您就是另外有味道，脱胎换骨啊，洗心革面，这不都是好词吗？你看阿志讲的不就是我吗？什么金蝉脱壳，那不讲就你吗？一念阿弥陀佛就脱掉了，摆个假壳子放这里，天天跟你啊，你好我好啊，吃早饭没有啊？我干什么？那就是金蝉脱壳啊，真的在念佛，假的跟你打招呼呢。在这个世界，因为称名善根同佛，光受于佛无异，所以同样也可以称作上善人。因中已经是上善之人故，往生之后啊，才能与诸大菩萨上善之人聚会一处。如果你因中不是上善之人，你到那地方去怎么能够跟他们在一起啊？啊，因果是一致的，因中已经是上善人了，所以到极乐世界，哎，这些大菩萨都很识货了，哈哈，观音菩萨、世世菩萨、弥勒菩萨啊，我们是什么货色，诸大菩萨才认识。所以我们各位啊，你不要指望在这个世界有人对你点头啊，指望人家赞叹你，他们赞叹你就把你赞叹到地狱去了。你真有本事，真能干，真会贪嗔痴，哈哈。所以我们念佛的人，哎呀，在这个世界朋友越来越少，恭喜你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跟他已经不是一路货色了嘛。在这个地方朋友越来越少，在极乐世界朋友越来越多，清净大海中无量无边十方世界诸大菩萨为你甚友啊！哎，那前面走路后面摆了浩浩荡荡一大群一大片一大片一大群，嘿呀呀，都在后面啊，在空中啊，都是我们的善友。阿弥陀经地方有两个地方讲的善，一个就是这里说的上善之人聚会一处啊，三个地方，还有一个地方就说不可以少善跟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还有一个地方就说善男子善女人，对不对？这三个善是一脉相称的，这个三个善就只有一六字名号才可以一脉相称。你称念弥陀名号了，你称为善男子善女人；你称念弥陀名号了，上善之人聚会一处；你称念弥陀名号了，这个不是少善根；你不念弥陀名号，少善根福德因缘。那阿罗汉都是少善根，那不要讲五戒十善了，当然就不能往生弥陀净土啊。我们到少善根那下一段经文，我们再来详细开解啊。这里我们就还是看讲义。那观经说了。若念佛者，当知此人则是人众分陀利花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为其甚友，当作道场，身诸佛家。每一次读到这样的经文，我都非常的感动。哎，释迦牟尼佛，你真的慈悲，你老人家真的看得起我啊！哎呀，你真的是。但释迦牟尼佛没有讲过头话，释迦牟尼佛讲话那就是不折不扣，不多不少，不增不减，他不会讲过头话，表扬你啊，鼓励你啊，肯定你，不会那样，是什么样就怎么样，说的恳切。释迦牟尼佛是货啊，释迦牟尼佛是人啊，释迦牟尼佛懂得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利益和价值啊，他不是在表扬你啊，他是在表扬这句名号。所以就是若我成佛，十方诸佛不惜自戒称我名者，不取正觉。那这个地方就在自戒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是因为阿弥陀佛名号的缘故，法尊贵，人尊贵，
所以名号是大分陀利花，念佛的人也成大分陀利花了。这是弥陀名号的作用，变地狱为莲花。我们本来是地狱种子，现在变为分陀利花了。那上面不解释了吗？若念佛者，当知此人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当知是对谁讲的？是对诸大菩萨讲的。哎，你们看好了，不要看走了眼。娑婆世界有一帮小凡夫，本来造业非常深重，一千四佛所放舍者，恶业深重，充满娑婆世界。但是现在他们念佛了，你们得看清楚，当知已经不是恶业凡夫了，当知娑婆世界那小群念阿弥陀佛的人是人中分陀利花了。他这么一讲，那么弥勒菩萨一看，哎呀，是的，报告释迦牟尼佛确实是人中分陀利花。然后他方世界菩萨一看，哎，报告我佛讲的不错，佛是真语者，是语者，不妄语者，确实他们是人中分陀利花。再一看，哎呀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菩萨跟在后边，为其甚有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。我们前面这样摔跤，观音菩萨马上一扶，势至菩萨旁边马上铺个地毯，莲花往那一放，对吧？你往一摔，哎，很柔软，摔得很舒服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两大菩萨在旁边保护你。你说我怎么没看见？看不见才可爱啊！看得见你又影响你生活了。看得见，因为什么？你是凡夫啊，有时候有一些坏主意，你就不好意思了。所以菩萨很慈悲啊，时刻不障碍你。为其甚友，甚是殊胜的朋友，尊贵的朋友。当作道场，身诸佛家。哎呀，这就是受记啊。所以我们要谁受记，他就问别人老和尚啊，我不是跟老和尚有仇啊，我经常举老和尚，是因为有的人问的不对。最老的老和尚是阿弥陀佛啊，对不对？阿弥陀佛照在永劫发愿修行，那时候就是法藏比丘，就是和尚了，那不是老和尚吗？要问准，120岁了不算老和尚，那是年轻和尚，太年轻了。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受记了，不要问别人，哎呀，某某大师啊，大法师啊，你看我，他看你，他用什么眼睛看？有佛眼吗？有法眼吗？摸有。对对，看我们念佛人，你没有佛眼是看不清楚的，一般的法眼都看不准，一般的慧眼都看不准，五眼当中一定要佛眼才看得准。你看，哎呦，二郎神那个眼睛都不管用啊。释迦牟尼佛佛眼看得很准，说是人中分陀利花，说当作道场，身住佛家。做道场就成佛的意思，释迦牟尼佛成佛在菩提树下，做道场就成佛。身诸佛家，诸佛之家就是弥陀净土，弥陀净土是诸佛的本家啊，诸佛世界，诸佛就从弥陀这个净土出去的。佛经里面有很多话，我们在这里听起来都很矛盾。比如说经常有人问，我自己也经常问，说三世诸佛皆念弥陀而成正觉，这是那个经中所讲的，《般若三昧经》所讲的，上海大师也这么说的。那有人就问了，说阿弥陀佛的师父不是释自在王如来吗？那么那个时候阿弥陀佛不是还没有成佛，叫法藏比丘吗？那么释自在王如来也念法藏比丘成佛啊，也念阿弥陀佛，怎么念啊？想不通吧？想不通，我也想不通。在这个世界啊，很多我们觉得很奇怪很矛盾的事情，但是在极乐世界就很通。所以我们讲的净土法门，它是讲佛地的境界，讲佛那个世界的事情，你想不通就对了，你想通了那就坏了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这个娑婆世界的事情了，因为那个不是一个境界。因为很多事情我们想不通，也不一定一定要把想通啊，你想通了就是误解了，想不通保留这个地方，到极乐世界去就通了。这个不通是因为我们这里什么叫想不通，就是我就像我们电脑一样，你电脑你这个内存条不够啊，这转不过来，卡机死机了，你要想死机了，想不通。那为了让你想通了，它必须搞得一条一条慢慢来，你到极乐世界那内存条无量大无量，那不就通了吗？没有什么不通的。好，我们这堂课到这里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